小宝，糖糖橘是什么味道？不要丢，不要丢好吗？橘子的皮能不能吃啊？橘子，哎，小宝，哎，你看什么？看电视啊？对，真的。好，算了，我们尝过了，是很酸，不好玩是吧？不好吃是吧？橘子要怎么吃嘞？要怎么吃嘞？困了你，然后给它剥一片，给它掰开一块一小块，不要撕断。啊？不要撕断，就拉开一片。什么？来看看里面是什么，小宝。看橘子里面是什么嘞？橘子里面是什么？橘子里面是什么？应该在这边。金村昌平曾经凭《求生解考》和《满鱼》两次荣获戛纳金棕榈奖。国际影坛认为金村善于用影像进行思考。橘子里面是什么？哎呦，他聚精会神，让口水呛到了，是吧？是我们六个月，宝贝儿，今天我们六个月了，是不是啊，宝贝儿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宝贝儿，你在玩狗狗啊？你在玩什么呀，宝贝儿？宝贝儿，宝贝儿，跟爸爸说嗨，跟爸爸说嗨。Daddy, Daddy, 我想你啦。Daddy, 我想你啦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小狗的耳朵好吃吗？宝贝儿，小狗的耳朵好吃吗？啊？宝贝儿，小狗的耳朵好吃吗？小狗的耳朵好吃吗？宝贝儿，小鸭子呢？小鸭子呢？哔哔哔哔哔哔，叽叽叽叽叽叽叽，叽叽叽叽叽叽叽，叽叽叽叽叽叽叽，这这这这这这这，宝贝儿。宝贝儿，我们再来笑一下，好吧？来笑一下，好吧？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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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们小脚丫，小脚丫，小脚丫呢？哎，这你好喜欢抓自己的小脚丫，是吧？小脚丫呢？另外一个小脚丫，另外一个小脚丫这儿呢？小狗，小狗好玩吗？宝贝儿，小狗好玩吗？
嘿，小坏蛋，小南瓜，小南瓜宝贝儿，小南瓜宝贝儿，小南瓜，嘿，嘿，嘿。今年我们6个月了，宝贝儿，嗨，小南瓜宝贝儿，小南瓜宝贝儿，嘿，妈咪走了啊，妈咪要去洗奶瓶了，宝贝儿，妈咪走了啊。你用心啃吧啊，妈咪要走了。哎呀，阿基，弟弟，弟弟啊，哎，想睡觉没有？想睡觉没有？想过来吗？走了啊！滴滴滴，滴滴，滴滴，滴滴滴，看到我们笑了，滴滴滴滴滴，滴滴滴滴。
下去再录好不好？啊，爸爸在帮别人。